十五条佛规，天的恩是无处不在，善福的慈悲是真实可感，永远无法度报答的。感谢奉天慈悲，感谢善福慈悯，为了行咱这的末后的众生，尽受福报，难修回天。所以所处临端，一再将这十五条佛规的真义，一一慈悲来说明。汉宗尼大仙在讲，唔通小看这十五条的佛规，伊是非常好的天梯，照安尼去做，幸福有余。希望每一位有心修办的前贤，拢会当引出你深深了解十五条佛规的真义，并且永远感念天恩，永远报答天恩。第一条，尊敬善佛。人尊敬善佛，唔但是尊敬迄个看得到的善佛，也爱尊敬你心中的迄个善佛。人拢真尊敬佛堂内底的善佛，可是你心中迄尊主圣佛呢？你有尊敬无？你有真正的敬重无？人那是有代志，往往会想到要去请教善佛，可是您有想过无？为什么不爱请教自己？请教自己心中迄阵主圣佛呢？善佛伫讲：即心即佛，心即是佛。真正的佛到底伫诶倒位呢？佛本来就在您的心中啊！只要您所做的一切，内不离自性，我无违背佛行，一切合乎天理，一切无违背良心，这正是真正的尊敬善佛啊！亲像佛性圆回，以第一善就圆圆佛应，这圆圆佛应诚心抱修，就是尊敬自家的善佛。你为什么爱圆圆佛应呢？因为伊知影这人生真短暂，世事真无常，伊爱把握着机会去行善，去积德，利用机会去行功，去立德。阎浮主已经聪明，伊知影人真难得活到一百岁，所以伊无往外修，无往外看，只有一心一意的内观自性，修自家佛，专心专意的改脾气、去毛病，所以伊才会当修到不轻怒、不疑过的境界。32岁就成就为一位杰出的圣人。如果伊毋是往内自修，尊敬自家佛，可能有安尼的成就吗？同款的，净佛祖嘛同款修行。伊曾经讲过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莫立不忠乎？以朋友交，立不信乎？传不识乎？”伊每日起来反省自己的事，我替别人计划做代志，尽心尽力啊无？我甲朋友交往，有无够真诚信息的所在无？老师所传授给我的，我有认真学习温习了吗？
可是因两个伫个修持上，在方面上，一个是向内，一个是向外，就安尼一点点啊的差别，因日后的成就就自然有悬有低，境界无同。所以，如果你往内修，以自性佛为主，这个境界自然就悬。如果你往外修，注重外相，你的境界自然就比较低。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点啊的差别，却是所谓的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啊！你看眼无珠，伊日日夜夜认真的改脾气、气毛病、修心性、冲内德，而且把握机会行善行道，更加时时刻刻谨慎修心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真惊自己有一点点啊的差错，随时随地回光返照，以觉为师。所以一定会当伫个短暂的生命当中，成就了一位了不起的圣人。李靖夫子以同款修心，却是重在外在的待人处事、有形的事上，所以在成就圣人的境界上，毕竟差了一点啊。所以道理啊，人一定要把握着这三基木业的家己良心，好好来尊敬自己身上的那尊神佛，纪律适中，温习缺中，就是时时刻刻破修中道，任理实修，事理即进，非理即退，安尼。当你那是尊敬自家佛到极点的时，就是地心望我的时，也就是你心中只有道无我的时阵，这个时你已经达到无离我、无是非的境界。你在这清心寡欲、浑然望我、一片天心、无离无我之时，也就是道理恁自家佛性显现的时阵，那正是真正的尊敬神佛啦。第二条，尊前提后。什么叫做前？就是指前行，后就是指后学。什么款的人才有资格叫前行？什么款的人才是真正的后学？道理，人讲求道早的叫做前行，领命早的叫做前行。身为我因师、报师、点传师的，拢叫做前行，是吗？人所认定的，就只是道场上、外相上的前行吗？人敢知影德行有够的，智慧悬的，言行一致，会当服众，会当作为众人标杆，会当引导众人的，才有资格叫做前行。嘛，只有安尼的前行，嘛才有资格予人尊敬，而予众生对内心真正的尊重伊啊。若无，你德行不足，智慧无够，自己迷迷，搁引导众人，小看入火坑，又如何会当真正的引领众生回离天呢？你无法度引导众生回到离天，你又对来的资格叫前行呢？同款的，什么人又是真正的后行呢？是进道慢呢，领命慢呢？被人引导的叫做后行吗？道理啊，天时已经到最末后了。如果您若未当突破一切的形象，回归真实的自性，
只有在名性上执着，安尼人又如何会当得到真正的解脱，而实实在在的认识自性的无量呢？道理啊，所有也搁伫个学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也未跳出轮回，解脱生死的众生，因全拢是后学啊。全拢个需要照着善佛菩萨真理的指引，才会当游灭转恶的众生啊！道理，恁讲恁对一个是真正的前缘，而又对一个无完全拢是后行呢？所以真正的尊前提后，就是爱你好心发现，尊敬有德的人向伊学习。而且爱地心下气，帮助众生，让每一个甲你有缘的人，拢会当得到应有的提携帮助，而真实的超凡入圣，跳出轮回啊！至于佛堂中求道比我早，念名比我早，资格比我老的前贤，你若明白。闻道有善效，因缘有金曼的道理，而且真心修道，恭敬所有的人，又安怎会讲对因不尊不敬，不听命办事呢？而遐的比我较慢求道，需要咱协助引领的人，咱若心存慈悲，效法善佛。又安怎会讲无甲伊提携爱护呢？所以真正的尊前提后，是爱咱学习放下五执，尊敬前贤，提携后学，并慈悲一切的有缘人啊。第三条，栽种重种，什么叫做栽种重种啊？是不是你来佛堂，衫裤穿好整整齐齐，头毛嘛洗好整整齐齐，仪表端庄，就叫做栽种重种了吗？如果你的心无清，心中犹原充满欲望，目睭欢喜看好看的，鼻啊欢喜鼻好鼻的。嘴希望吃好吃，耳孔欢喜听好听，身躯想要睡好的床，穿好的衫，意念嘛是欢喜想东想西，妄念杂生。那安尼也会当算是栽种重种啊吗？所以干那修外表，无修内德，何干你？心意沾满了灰尘，这个时你的衫裤搁在安怎清气，外表搁在安怎端庄，拢未当算是真正的栽种重种。所以栽种重种不只是头毛整齐、衫裤端庄、外表庄严，而是爱你的内心稳重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心、意，嘛拢爱稳重。换一句话伫咧讲，你会当做到内心全无杂思杂念，稳重自持，迄才是真正的栽种重种。因此，恁爱如何的栽种重种呢？首先，是毋是爱先正己，才会当正人呢？而且想要正己，是不是先爱恢复自己光明的本心，才会当去感化别人，影响别人呢？搁再来，你光明的本心恢复显现出来以后，你也爱守住这个礼，言语合乎道，行为有规矩，安尼才会当真正的来影响道亲，带动道亲。
用这个栽种重情的态度，为伊来接受别人，影响别人，在这个最末后的时期，恁爱知影，功德已经无用了，道也本来不是用讲的，而是爱用行的，爱如何来行，就是用这光明的本性，表现端庄的行为，和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理，心中清净无念，念头不偏不邪，七情六欲不再动起，这正是真正的栽种重情啊。第四条，循规蹈矩。什么是循规？什么是蹈矩？到底是爱循什么规，蹈什么矩呢？所谓循规，就是循着应受的佛规去做；所谓蹈矩，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所谓履行，会当徛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实实在在去行，这叫做循规蹈矩。又为什么爱定佛规呢？因为您来求道了，求道了后，到底是爱做什么代志呢？是爱做成仙、成佛、成圣的代志吧？是吗？安尼，你无照规矩来做，你唔肯所谓履行，有可能成仙、成佛、成圣吗？所以每一个人所谓履行，是循规蹈矩的最基本的条件。佛规规定了这尼啊好，你却唔照安尼行，道理，您讲安尼会当成仙、成佛、成圣吗？譬如这个墨迹界挂在壁上，点传书规定了。超持规定了，大家却是有看当作无看，犹原偷偷讲话，这叫做循规蹈矩吗？你点传书就参像再生的父母同款，点传书平时规定下来，合理的话你唔听，拢只听神佛拄着啊旧桥正讲的话，安尼。您岂不是独行独上，有分别心吗？所以不管点传书安怎规定，只要合理的，大家就照安尼去做，这叫做循规蹈矩。但是循规蹈矩，并不是只遵守外在的佛规就好，您得阁爱问自己，有时时刻刻。也遵照着心中佛堂的佛规来做代志。什么是心中佛堂的佛规呢？那就是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人人本来就具足的良心。你就问自己，做人做事有凭良心无？有照良心佛规去做无？对人有真诚无？有慈悲无？你的良心就是佛规。修道行道，不是看外表，是爱看内在。外在的佛规虽然爱遵守，但是心中的佛规更加爱去注意，时常持咱心中的佛顶，唔通让自己违背天良。这是真正的循规蹈矩。第五条，积阴福气。积阴，什么是积阴？就是积积阴物，也就是咱每一个应该尽心的本分事务。
道理。您讲，每一位天道弟子有啥物款的责任、使命？是毋是有先天的使命，也有后天的任务？所谓先天的使命，就是将救六原胎佛祖度尽，护救六原胎佛祖拢会当达本还愿，回归无极离天。所谓后天的任务，就是净化人心，促进大同，护每一个人品行端正，家庭圆满，社会和谐。道理，您讲，安尼的责任有重无？有尊贵无？如果您每一个人拢会当尽心尽力，代天宣化，孝圣发贤，正己成人，将道的尊贵伫个自己的身上显现出来，而且会当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和自己的良心安然无愧，和厝内面的人欢喜感恩，和社会平安和谐，和人幸福快乐，和救六原胎佛祖拢会当恢复自信，这就是责任负起。你在这最末后的紧要关头，您一定爱会记的，把握好自己的心念，端正好自己的行为，小心一切不良的影响，千万唔通伫个佛堂内底毕恭毕敬，你倒来自己的内底就随便放荡，安尼恁袂当将道实践出来。就是无真正对得将责任负起啊。第六条，众生勤烦，凡是办事，无论是办佛事、圣事，或者办一切的事，拢会当以大体为主，众生为重，这就是众生。反倒转来，如果你以个人的代志为主，小我为重，这就是重烦。所以凡是一切以利益众生为主的代志，拢是圣事。会当看重者的，就是重圣，就是勤烦。因此，真正重圣勤烦的人，伊袂只顾着自己，只顾着别人对自己的尊敬、欢喜，甚至敬仰，伊的存心一定以利益众生为主，伊伫个做代志一定以考虑大体为重，安尼的人正是真正做到众生勤烦。你什么是真正的圣事呢？有什么款的代志，才是真正对众生究竟有利的呢？道理，人讲，在这个宇宙天地中，除了道是真的，灵性是真的以外，要有什么物件是永远不变的呢？所以，您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走上心性解脱、超凡入圣的路，正是真正的众生勤烦。你会当修养自己，成就自己，将人心去除，天良显现，也正是真正的众生勤烦。若无人心无去掉，欲念浮动，天良迷迷，思想起无明，又安怎讲是众生勤烦呢？又安怎会当真正的超凡入圣呢？这个问题，道理，您是不是拢应该认真好好来思考？因为修道、办道
伊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，那就是放下一切自我的执着，恢复本来纯净的天心。离道离人，在修道修心、办道尽心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无自性的心、不变的心、无怨无悔的心，显现不出真正的天心佛性，又安怎会当讲是真正的众生轻凡呢？第七条，谦恭和蔼。谦恭和蔼，并不是只对前贤、点团师、讲师谦恭，而是你对每一个人拢有毕恭毕敬吗？恁自己详细想看卖，身为修道人，是不是应该对每一个人谦恭和蔼呢？恁有研究易经的，就知影，在64卦内底，有63卦拢是向中带有吉，吉中带有凶，凶就是唔好的。那么唯有一卦，就是这个谦卦，只有吉无凶，只有福无祸。为什么呢？易经讲，谦行君子有章，就是讲以谦和的态度来做代志，安尼代志就容易做得通，所以有行通的现象。你谦和的风度是对心性修养来，不是勉强做出来。也只有君子才会当书中谦虚和蔼，你无骄慢别人。易经上有讲，人道恶淫而好谦。每一个人拢是讨厌骄傲满盈的人，而欢喜谦虚有道的人。所以，那是知影谦虚的人，伊会当流露出人格的尊贵，而且显出自性的光辉。伊看起来亲像地位较低，但是迄份人格的高尚，却是无法度超越的。而且，这也是一个有道的君子，伊内在涵养最高的表现。因为伊放下了一切的自我，而恭敬了所有的众生，所以谦恭和蔼，也是你自性佛显现的时阵。因为你谦卑自己，低心下气，你无人我之分，你无是非之念，就在这个当下。这正是真正自我的显现，也就是真正佛性的显现。所以谦恭和蔼的人必然会当成道，反倒回来骄傲的人、看不起别人的人，绝对无可能成道。因为当伊骄傲的时阵，就是人我之上无去掉，也就是执着犹原存在。你九品莲台究竟是属于谦恭和蔼的人，所以道理您想要成仙做佛，又安怎会当无谦恭和蔼呢？第八条，物气性魂。性魂者，圣人所垂示的书魂，也会当讲是一切记载胜利的文字。换一句话伫咧讲，就是圣贤贤佛所讲的话。圣贤贤佛到底伫咧讲什么话？千言万语，就是讲真理的话，讲众生要如何修行，才会当回天的话。也就是讲一挂引导众生如何改邪归正、由迷转悟的话。因为圣贤贤佛是已经成道的人，
所以因的话会当代表道，代表真理。你在这圣训当中的每一字、每一句，也拢是对因自性中流露出来，可用众生各种因缘理解说。所以因的话就是真经，真正佛性的流露，真正光明的引领，真正回天的引导。所以道理圣训是如此的尊贵，您又安怎会当不加以珍惜，深深去体会其中真意，并且以身实行呢？至于所谓的物气，就是袂使抛弃，袂使轻视，袂使无照安尼去做，因为每一篇圣训或者经书，拢是神佛的心血，主意自然拢有神佛伫个扶持伊。你将伊带在身边，只要你的心正、心诚，无形的伊会当保佑你，会当辟邪难。如此，你安怎会当轻易抛弃伊？你要甲伊重视呢？既然圣文是指引众生如何走上圣性圣贤的路，道理您无照安尼去做，又安怎会当修道有成，你真正圣贤圣分呢？何况圣佛拢是大慈大悲，拢是为恁生死大事设想，为恁费尽心血伫个努力，恁又安怎忍心轻易辜负？你无照安尼去做呢？所以物气圣训，伊真正的含义就是体会圣佛的慈悲，明白师训的真义，最后依照圣训来实行，才会当圣性圣佛啦。第九条，目的形象。目的形象就是唔通执着外在的形象，而予伊砍掉的。因为一切有形有相的物件，伊拢毋是究竟的真实，并且终归幻灭无常。金刚经伫个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六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因此，凡是未当破除形象，也阁迷迷于形象的人，伊的心拢阁伫个畅天、气天中，拢未当进入无极离天。伫迷迷颠倒的众生，所以未当真正的解脱，就是拢被即个外在的相和所绑掉的，心为形也，自性未当做主，自然永远在轮回中流浪生死了。所以目的形象，不只是唔通执着善佛的照巧显化，应当以体悟善佛开示的真理妙义为主。更加进一步的是爱你会当在任何情境中拢会当不动其心，自性做主，这正是真正的目的形象。道理您常在讲，不偏即为中，不疑即为用。那中道究竟是什么呢？伊就是你自性佛显现的时阵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当你一心清净无为，无偏向对一边，无执着一物的时，也就是你无执着形象的时阵，你的心无予外物来沾染、引动的时阵，这个时你的心就安尼清清净净、无无为为、一无所求的时阵，
就是这个中道，就是自性佛显露，所以目的形象，也就是真我的显现啊。那无你执着形象了，就永远生死流浪，绝对成不了道了。第十条，秋俗必清。高切第一讲，佛家一文钱，大树四弥山。起心无是报，皮毛代价还。道理您明白无？因为这个佛家的钱，本是众生的流汗钱，虽然已经少。也是因诚心布施而来，当伊成为佛家的钱时，就参像四弥山遐尼啊悬，遐尼啊大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行在世，成为佛家的钱时，你却无因我一时的停步善用，安尼，你虽然只是开了佛家的一文钱。但是这一念的贪心，无来是报，秋俗不清，就自然爱受因果报应，甚至来生做牛做马来行。所以道理，道亲行功的物件，钱财一定爱清清楚楚，那无你行事马虎，贪念一动。念得不休，安尼将来就有苦头吃了。这一点道理，千万爱小心啊！真言：秋毫必察，在天上，恁每一个人拢有一本的相簿，顶面清清楚楚记录着恁的所做的点点滴滴。而且绝对袂有丝毫的偏差，半点的遗漏。所以今后在佛堂内底，人行功的物件、钱财，恁一定爱一一交代清楚，唔通马虎。如此大事，手续必清，你幸福马上有希望啊！十一条出。各欢迎，出就是出去，离开；各就是各所宾报，返就是返返返来，面就是当面回复。所谓出各欢迎，就是指前行交代的代志，不论是大小远近，拢爱谨记在心。认真去办，代志办完，一定要清楚禀报，唔通含糊。或者身为后学的，未出门办代志，应当请示前贤，禀报前贤，并且诚心请求指示，接受指导。你每一次出门，回来的时，嘛，应当尽量赶紧禀报，代志办得如何，以免前行担心挂虑。这条佛规乃是提醒修道人，对人爱尽忠，对事爱尽责，并且上上下下准备有事，出入有礼，如此事事出各方面。圆满交代，人伦大德才袂无亏。二九六元年，圣元下凡，出世有过，患必民病，应当时时挂念娘亲，不忘无极，所以会当时时念念无生老庙，时时尽心修德办道的人。
才会当讲是真正明白出过反面深意的人。十二条不乱系统，不乱就是不可以混乱，系就是绳索，代表着一条的金线。统就是统领万物的大道真宗，也就是人人身上的自性。所以不乱系统，伊真正的含义是指每一个修道人，伊袂使偏离正道，一切爱以自性做主，袂使误入诸道帮门。这正是真正的不乱系统。立金线有两种，一条属先天，一条属后天。先天的天命金线，自然是人人具足的天心自性，会当以心印心，以天相通的佛心，以在性不增，在凡不灭。当人人心情无念，无私无我的时，伊自然以天一观，灵通先天，不以一步直达离天。就在这个当下，道理恁的先天的金线自然闪烁发光，离灵光照耀三千大千世界。至于后天的银树金线，这是您以您的音波书、点团书、前行之间宿舍有佛言，你在这三级末劫年大开普渡之时，因缘再聚会，彼此再相慕，才有这个修办的善因缘。道理在这最末后的时阵，家强中家族事已经弄出来了，因以各种的神通显化来引诱修道人，而且以假乱真，以邪乱正，甚至自称有天命，虚目混珠，扰乱道场。道理在这个世局动乱、道局混乱、人心险恶的年代中，如果您未当一条金线紧紧追随，对着前行稳定脚步，并且内修心性，安立自心，当一切大考验、大灾难来临的时，您又如何会当心志坚定，而真正躲在避难呢？所以讲，当您修得心性端正，邪魔不能入侵的时，那正是真正的不乱系统啊！那无心性无正，邪魔入侵，任意相信诸道帮门，无来尊重前行因波师，安尼金线一断，性命就难以保全啊！十三条爱惜公物，公物就是指公家的物品，可比佛堂的物件，伊是属于公家的、佛家的，你有好好来爱护伊、珍惜伊，并且善用伊，你若会当好好来发挥伊的作用、价值，这叫做爱惜公物，也是你会当将伊带回去，作为你个人需要的物件吗？道理头前讲过，秋熟必清，这条的佛规，您爱知影，小贪不防，大过必成啊！所以公家的物件，千万唔通占为私有，或者任意破坏啊！搁再来，佛堂内底大天宣化的点传书、讲书，
以及这的办事人员，你有爱护他们吗？有对他们无礼貌吗？有在言语上侮辱他吗？爱知道你若会当对因尊敬，就是爱护公物，因为伊是大天宣化，是属于老天的人。如果你无尊敬伊，无爱护伊，安尼就毋是爱惜公物咯。何况你搁伫个背后批评伊、骂伊，安尼就更加严重咯。所以爱惜公物不只是爱爱惜佛堂内底的物件，也爱爱惜佛堂内底的人，爱好好来对待每一个，并且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勉励，这正是真正的爱惜公物啊。道理，这的道理您自己要好好来想看看，你若会当爱惜佛堂内底的物件，尊敬佛堂内底的人，就是爱惜上天的物件，爱惜善佛的人，而且就参像爱惜上天的善佛菩萨同款。以外，徛在您身边的人，您也都要好好来爱惜他们，若无你无爱惜，上天自然也袂拨人才予您，安尼道无又如何会当办得开、办得好呢？所以您徛在头前的人，爱爱惜身边的人啊，予因该食就食，该休困就休困，该保养就保养，爱知影有肉体才会当成功，无肉体又如何来成功了愿呢？所以身为前贤，爱爱护后学，你袂使随便来责罚伊，因为伊是佛家的公物，不只是你的道中的旧梅。所以无爱惜身边的人，也就是无爱惜公物。道理这条的佛规，您会当深深搁再来思考体悟啊。十四条法破应书，真正的佛规就是道，伊是活的，毋是死的。伊本来就是随着外在因缘的变化，而应受中道生生不息的。所以修道人嘛爱有发发玲珑的心，毋通越修成规，一成不变。譬如讲，有一挂代志前行无伫的，无法度事先禀报或者做决定，但是代志已经来了。同时，这件代志嘛真重要，无法度等待，爱赶紧办。安尼，你嘛爱学会晓担当、承担起来，即时处理。若无五人五事，嘛是罪过。道理，恁千万爱会记的，恁的所作所为，只要对象是合乎天心，对下会当利益众生，也就是一切只要是对人有好处的，你去做了，虽然未当予前贤谅解，甚至搁爱责备你，你嘛是会当考虑去做，因为咱办事是办天事，是替上天办事，毋是替某一个人办事。是办众生超生了事的大事，不是办人间的小事。所以当事情来的时，袂使耽误的，千万唔通等待。只要自己是一片的天心、公心，就是前行无敌的，自己嘛会当去承担。只要咱有这个心胸甲风度，是对天，唔是对人。
上天自然会谅解你。何况法是无定法，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，人嘛爱有八万四千种法，爱学会晓如何随时随地，思来即应，思去即静，把握自性真我，应对一切因缘，而且在这个当中，学会晓应无所住，立生其心。这大算是真正的法破应书，会当讲是拥有最高的智慧。道理，佛的心是无住的，无沾染一切；众生的心是无常的，未永远不变的。所以，如何用一切的法来度一切的心，互每一位众生拢会当回归无极离天？那就是恁爱具备的智慧，爱思考的问题啊。十五条金眼心行，古早人伫咧讲，眼者心之音，行者心之影，就是讲言语会当表达出一个人内心的心声。你行为会当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心影，所以你内在有啥物款的存心，外在就会有啥物款的言行。相对的，你无这款的存心，自然嘛未有这款的言行。因此，外在你所讲的、所行的一切，会当真实。自然来反映出你内在心性的一切，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现在真实的你啊。而且都是袂使随时离开咱的，加上天不言地不语，道的尊贵是爱在恁的心上显现出来。因此，你安怎会当无精神、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？你无尊敬自家的身份呢？何况天有天律，国有国法，佛堂嘛有应受的佛规。你若讲话无小心，做代志无小心，任意做下口过、罪过，终归不但伤害别人，最后受害也是自己。因为上天对每一位众生拢是公平，拢是大公无私的，拢是寸功不埋、谦过必差的。那么在因缘果报的铁律中，道理恁又如何会当犯了过错，而无受到天律的责罚呢？所以你讲话袂使以言伤人，以言败德，更袂使以言立误事啊！你应当以言立人，以言行德，以言行事啊！尤其修道人更应当靠出真理，只论圣事，莫讲是非，无做口过，口无杂言，断断一切虚笑，这正是真正的经验。你心行也是同款，你不但爱言行合一，心立标杆，你更应当以心行道，代天宣化，处处以天心为心，事事以众生为念，时时正正经经，精神自持，心存严谨，心自消过，如此言满天下无求过，行满天下无万恶，正是一名真正代天宣化的人，正是一位真正立心行道的人。以上为师已经将十五条佛规的真义一一说明，希望道理拢会当好好来修，好好来办，
而且照安尼去做，安尼为师保证您必然圣道优异啊！